就这前不久啊，有个忠实粉丝找我推荐游戏，要求还得把多，一要玩法多，二要能秀操作，三还得快节奏，上班他说要摸鱼，四还要能组队，要跟同事一起摸鱼啊！你可真牛逼啊！你自己摸鱼还得拉上同事，这公司雇你还能坚持不倒闭，那你可真是公司财神爷啊！不过话说，这种游戏啊，它存在吗？这不玩我呢？事实证明啊，你要真找啊，他还真找得到。我就喜欢荒野乱斗啊，没跑了这，是不是好游戏？大家心里有数，直接就是谷歌 Play 2019最受欢迎、最具创新、最佳对战游戏。毕竟 Supercell 出品啊，精品无疑啊，超高的 CG 跟 UI 的制作水平，那都是行业标杆的，不会有人没玩过吧？我呢也有好一阵没跟他亲热亲热了，这回必须忽悠一波啊！还是熟悉的味道，我这一年多没玩，之前充了200多钻石，还在，英雄也还在，看到没？这就是忠贞，这就是自死不渝，不管你如何变形去玩什么游戏，这游戏这人物这佩佩都在这里啊，等你回家。这新英雄也出了不少，这更新频率还是嘎嘎快，而且我也不知道这是迎接我回归还是咋地啊，这乱斗金券的箱子，好家伙，就开几个小箱子啪啪出俩英雄。我这之前是想都不敢想，一个红的，一个流彩的，流彩是阿芳，大家都看到了，红的我们真没录着，好家伙，第一个箱子就出了，我防得住吗？这录像都没来得及开呢，这就直接送上门了。就这麦克斯，看到没，零杯零经验，我一点没骗人啊！游戏模式比起我之前刚出的时候玩那是多了不少。这天梯联赛就是新增的，直接就是排位赛啊，双方进英雄按顺序选英雄，游戏的模式也是完全随机，非常公平。要竞技要操作了，这单双人的荒野决斗模式确实可以组队摸鱼啊，十人一局，吃鸡玩法也确实几分钟就结束了。老板还没反应过来，你就摸完了，非常好啊！那个小粉丝啊，记得给我点赞啊！有人可能觉得这十人吃鸡能有啥意思了？片面了啊，这几十个角色任你选，每局的地图还都随机变化，我跟你说这腻不了。游戏模式就多了，一般三人一小队，想打配合那必须这个足球模式啊，双方谁先获得两分就获得胜利。像我这个大锤直接带球，一个大招秒掉最后一个敌人，趁敌人复活自己直接传球给队友拿下比赛，这不轻松拿捏吗？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保险柜守卫的啊，俩小队一人一大金库，目标就是干翻别人的大金库啊，这就老损了。要么选个隔枪放炮的，啪啪双响炮给你一顿丢，要么就选个咔咔架炮台的，稍不注意金库就给你偷了。还有这个占地盘的，哪队先占够时间，哪队就获胜。不仅如此，游戏的角色也很有学问，打近战啊，这个雪梨公牛等等，扛着霰弹枪，他突脸直接秒对手。远程输出呢，有这个佩佩啊，距离越远伤害越高。还有这个科尔特，这有点像马可是怎么回事啊？辅助呢，还有这个补血的波克跟这个帕姆，灵活的有这个莫提斯，刷刷三段位移，这谁追得上？平均下来几分钟一局，那摸鱼那绝壁是一把好手啊！重点来了，还不氪金。每个赛季框框这个宝箱那是开不停的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这开没几个，俩稀有英雄就到手了，这么良心那确实少见呐！我这500推荐价也属实良心，话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也继续玩去了。